让孩子在家里就可以一键享有冰淇淋。还没有在家里面呢与孩子体验过亲子 DIY 冰淇淋，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这是我使用过最快速制成冰淇淋的机台，基本上是完全零失败。原来啊，自己做健康减糖的冰淇淋这么简单，跟孩子一起做冰淇淋让他们会更有参与感，而且所有材料都是可以自己掌控，你可以选择高品质的乳制品，让每一口保证都是安心美味，还可以观看到冰淇淋制作的过程，让小朋友会觉得哇塞，原来冰淇淋这样制作这么有趣。冰淇淋制作的时间最快大约15分钟就可以轻松享受美味的冰淇淋，任何口味都可以自己做挑选，想要做新鲜水果，例如芒果啊、蓝莓、草莓、香蕉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。如果你是减脂的时候想要尝一口冰淇淋的话，可以选择优格坚果。购买的时候呢，里面会有附上保冰袋，外出携带也很方便，在炎热的夏天户外野餐也能随时带着走哦。